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。阿祖法在听完那位年轻姑娘的故事后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他看到了他与自己相似的过去，感受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。阿祖法让老者来到一旁和他聊了起来。老者表示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他，看看他是否真的能够成为老者的伴侣，共同度过余生。在一番交谈后，阿祖法给出了自己的建议。他认为老者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个女人，不要急于确定关系。阿祖法也承认这位女士非常吸引人，很年轻漂亮，但他建议老者应该与她有更多的交往，不要急于求成。他认为感情需要时间来培养，只有深入了解对方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后，才能确定是否适合进一步发展关系。佩伦也来到他们身旁，笑嘻嘻地说，老者这是走桃花运啊，这个姑娘年轻又漂亮。但是佩伦也同意阿祖法的意见，提醒老者不要仓促做出求婚的决定。老者理解大家的良苦用心，知道这是对他未来幸福的关心。对于阿祖法的宝贵建议，老者深表感激，并热情邀请他们共进午餐，以示感谢。老者对阿祖法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，他知道阿祖法的帮助是无私的，是出于对他幸福的真诚期望，因此他特别邀请阿祖法和哥哥共进午餐。这不仅是对他们建议的感谢，也是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在餐桌上，他们可以继续交流思想，分享见解，同时也让老者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自己的感情和未来。今天的聚餐其实是一次心灵的交流，是老者对阿祖法和佩伦智慧和支持的认可。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，他们可以更深入地讨论关于感情、生活和未来的各种话题，这无疑会为老者的决定提供更多的视角和思考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老者是真的动心的了，只是自己无法下定注意，才让阿祖法或佩伦帮他做参谋。阿祖法也盼着老者能找到一位贴心的妻子，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在他们看来，老者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，如今要是能看到老者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，那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回报吧。阿东每天都很认真为大家做好视频解说，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，不妨给阿东点个赞，支持一下。今天阿东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，木仙点家的牛初乳营养粉，特别适合中老年群体，平时手脚没劲，肠胃不好，三高什么的，你就每天来一杯。它的奶源来自新西兰，口感香醇丝滑，粉质细腻，重要的是它不含乳糖，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，特别适合老人孩子使用。每罐600克，富含乳铁蛋白、免疫球菌、四大益生菌等多种营养成分，每天一杯，营养又健康。原价为99元一桶，现在下单即可享受优惠，99元到手三大桶，性价比极高。在阿东这里可以保证正品，感兴趣的粉丝可以直接点击阿东的头像前往橱窗选购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Nice.